本节目由 TRAINEE18 特别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心打造国际化偶像的香香娱乐，还有用心做好节目的换维数码联合制作。Yes, sir. Yes, sir. Why we do it? Devil barrel, I got enemies, I can't see them all, but they lurking. I flip that page on them, my trigger finger stay working. I got plenty ammo, got old and new, they both testify. My lord, and ain't nobody playing with you, gon' mess around and come testify. And I ain't gotta say no more, mama.好，老师们好，老师们好，老师们好，老师好，老师好。咱们你们今天很严肃吧？可以坐吗？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为什么这么安静？这是什么情况？要开会，开大会。开门，李英俊和尤朗进。不可能，我要睡了。我觉得不会是李英俊的。比赛是真的结束了，各位知道自己为什么坐在这里，对吗？知道。那么，接下来大家有什么样的打算？没有跟各位认真聊过这个问题。有什么想说的吗？有什么想说的吗？自己确实不够好，后面希望就是好好的把实力提上去，后面希望还是可以出道，就是还是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正反面评不等人，我不还用这个时间给你做。我想在完善实力方面的同时，把做人这方面，做人这方面也好好继续学习。你们有你们的打算，公司也会有公司的考量，公司也会有公司的考量。每个人都有一个信封，接下来要去干什么？我这是你们的未来，陈林总，跟我走。刘天，打开吧。
带大家去泰国玩。还有一个就是会带大家去买衣服。哇！主机位置哪一个？主机位置哪一个？我还是英俊，有点近。嘿，我先走晕，我先走晕。漂亮漂亮！我一看拿到这个单程机票，我以为我要回家了。我也是，怎么玩的？要坐飞机回去了。虽然说没有都拿到很好的名次，但是公司还是决定奖励这次旅行，让你们有更好的精力可以准备后续的发展。感谢天，感谢地，萨瓦迪卡banana，我们来了。如果真的不要钱，嗯，就对了。这个月工资已经扣没了，昨天刚扣我400，已经扣没了，昨天扣我400。这也蛮好看的吧？这适合你，我不适合我，是吗？圈姐就这一个人还在那挑呢，对，还在挑着呢，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衣品最差，我们能同时收拾一个人，就不用去想。来，我们3、2、1，圈姐。你看他永远都是圈姐，你开心吗？圈姐，成熟的味道，你快乐吗？你快乐吗？快乐吗？因为我最近有被念，所以有点觉得怀疑自己的眼光。要不我帮你选，你帮我选，我们就是有那种知道对方，可以心灵感应，可以感应对方。好，来，准备走。我今天好好把你打造成一个 super star。陆定浩是仙子来的。我要去 Paris。No， 我不要 Paris， 我 I don't care。我觉得我给你搭自己的智商，我直接让你送上太空。太空吗？太空的感觉 ，OK？ 肯定不可能。太空，那我们3分钟后见，好吗？好，好，拜拜。啊 ，BGM music。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村里土生土长的家，林子不咋大。走出来，走出来 ，Go go go！时装周两大名模，我的眼里都是你。谢谢大家来看，这样就办很成功，500万的支持。I should let you show us you want me,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ide all day, baby. She gonna need a body. I know you came here to stay. If you're afraid, then you come on with me.I know what you came here to do. Now bust it open, let me see you get loose. It's going down for real. It's going down for real. It's going down for real. 等等我。哦。哥，你觉得我新发型怎么样？整个一张脸就写了一个字。帅。萨瓦迪卡banana， 我们来了，冲！想上车吗？
们现在已经坐上了旅程的飞机。我是非常想去泰国的人，因为那时候我在节目组出来之后，我说我第一个想去的地方是泰国。我们要起飞喽！拜拜！飞喽！我们要起飞喽！起飞喽！哇！到了，在前面哪里啊？哇塞，好漂亮！看到没有？好蓝啊，这个海！好蓝哦！哇！哇，你看那只多美呀、啊！我的妈呀！我感觉这个翅膀要打到那个树了，是吧？那个没有房子了。哦，着了，着了，着了！就喜欢你们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萨瓦迪卡 banana， 欢迎 TRAINEE18 来到苏门岛玩，我是八只小猪旅行平台的旅游达人。吃喝玩乐的话，找个当地人的话会玩得更加尽兴一些，所以接下来几天里面的话，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好，谢谢。Thank you。Go， 干嘛啊？萨瓦迪卡。好可爱。泰国的粉丝真的很热情，红明星林超泽，拜拜拜拜，谢谢你们。Everybody， 加加啦啦，加加加啦啦，加加啦啦，加加加啦啦，加加啦啦，加加加啦啦，加加啦啦，加加加啦啦。我要下海捞鱼。就住好的酒店吧，我觉得我们这段时间表现的还是挺好的，应该不会对我们太差。他很浮夸，然后过去三个帐篷给你。对，感觉就在帐篷里待这么三四天的样子。到了吗？哦哦，好慢一点。哇呀，这车真的是开不上去。这个会让我想起来我当时爬长城的时候，那个楼梯就是差不多。我感觉我身上放了铁，我不行了，我回家。我就喜欢你们这种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你们是要走到去三个帐篷，三个帐篷当场就走，走回去，直接下山。当场辱骂香蕉娱乐经纪有限公司。哇，很干凉。刚刚张梦总说，如果他上山看到三个帐篷的话，他就当场辱骂香蕉娱乐经纪有限公司。到了吗？是这间吗？是这间吗？这间吗？是吗？要按门铃吗？去你 A P！ 哇，今天太好看了吧！终于放假了！ Yeah, yeah. 苏梅岛我来啦！哇！我爱你妈妈。太浮夸。